當然有，當然有，自己特別中意佢之前喺古惑仔入邊嗰個角色，咁見到佢都唔敢同佢傾好多偈，因為覺得唔知可能俾佢以前做過嘅角色有個印象喺度，就覺得啊會唔會好惡啊？咁但係其實佢好 nice 嘅，即係我見佢同大家相處都好好。希望遲啲，因為我琴日先開咗第一日，咁希望遲啲可以同佢傾下偈，偷下師咯。啱啱做咗馬仔嘅演唱會嘅嘉賓啦，開唔開心？是很開心的，因為跟馬仔拍完戲之後又再合作是演唱會嘉賓，在演唱會裡面的氣氛都挺好，我們就合唱了一首歌，接下來這陣子都忙著電影宣傳，因為12月頭就會上映了我們部電影，希望到時反應都好了。會不會都想我真的再唱歌就快樂同努力中，但是希望是下年年頭可以做到的事，因為自己都不想說出了幾首歌之後就放棄了，其實因為今年就真的忙電影的，拍了很多套電影，接下來有幾個月拍電視劇，但是也都很想不要停，即希望下年都會有歌出。今年這麼忙，之前話收到個花球嗰個意頭，咪都比較難實現咯。個花球唔係收嘅，個花球係我搶翻嚟嘅，係我真係好想搶，咁所以我係絕對係搶翻嚟嘅。希望30歲之前可以做到呢件事啦，我都恨嘅。咁但係依家就做嘢先咯，咁同埋亦都未有一個對象，咁就希望係個天會賜到一個好姻緣俾我。但之前上次冇話你冇睇過，上次話你係咪？佢咪話我嚟緊呢5年咯，係喎，30歲之前真係唔得喎，我依家26歲，唔知咧，佢就係唔得，我先要破呢個命啊嘛，即係唔係話你5年冇就有得佢噶嘛，所以就更加要搶咯。咁自己都希望可以啦，因為見到 Jessica 佢哋個婚禮入邊真係好 sweet， 好有愛成個婚禮。